又来吃原油大骨髓了。哇，这里边爆扣啊，四圈得勾一下子，要不然下不来。麻辣牛骨髓，这次太狠了，这个牛骨髓。大家喜欢看我吃牛骨髓吗？喜欢我多拍一些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也叫上头神器。太肥了，这还是真上头啊。太好了，看这个，一会儿再看。牛骨髓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福建泉州晋江的小鸭，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
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牛骨髓，这是炖的稍微强一点。像这样的就空了，这泡椒萝卜干特别解腻。像这样都空了，就满了。这些都是牛骨髓炖缩了的，
牛骨髓。没拍完那个，别动。牛骨髓，
真的牛骨髓。有人说为什么会这么满，一定是假的，你们煮出来的就很小，是不是？那是因为你们是用大火煮，小火煮出来的都会有这么满。嗯，嗯，妈呀，太香了！大火煮出来的，它就把油脂煮掉了。嗯，有人说我们不把这上面的吃干净，下次好再用一次，是因为吃不动。我发现解释不过来，所以呢也就不解释了。啊，哇，真的好香啊。哎呀，进不去。你看。嗯。真的太好吃了。哎呦天哪，太香了。嗯，出不来。嗯，闭着眼睛要把它吃完。真的咬不动，要不然老香了。这个好，这个大。哎呀，今天来个吸吸骨髓，看这个骨髓多不多。
香香，上头神器。哦，嗯，谢谢。被黑掉了。牛骨髓，
今天咱来牛骨髓，吸个牛骨肉。哎呦，看到肉。这煮老了，里面已经剩了一点点。今天吃上头神器，我看我能不能给它吸出来啊。还得试手。好香。
算挖个大的。牛骨髓，你们猜是真的假的？哎呦，好大块！嗯，哎呦，来嘛！看看这里边，这油，松鸡啊，评论区见啊，真的还是假的，老铁们。